洗碗盆可高兴了呀，因为他们在家里。然后我就当天摇把电动拨的钥匙。今天从那回来了，可高兴了，在屋里待着，你家都听你心里咯咯咯的。啥子呀？都好玩的，成都成都嘛的。啊。这样呗。这样。你有啥才艺？我编那个啥才艺，就编啥子来的？唱个舞蹈了呢。唱个舞蹈。再说一遍。呀，这样。再唱一遍。啊，来。小李下来啊！这吃个脚，一会儿都打碎了。你的脚还香，只要不露头就干啊。嗯。你说的。这上面是院吃呗？这多少次吃肉呢？姐，就我每次做早饭都是院，我跟小院长。这个挺好吃的，好吃，二妈，